请问这位贵妇，您是在？我正在时尚当中。时尚，嗯哼，我跟你说，所有的名媛贵妇，时尚呢一定都要配有苹果电脑，以及优雅的环境，还有美丽的穿着以及人。真的，讲真的，名媛贵妇，你看所有的照片，他们一定都是配备这些，然后还要喝个下午茶，对呀、啊，还要再看本书，是啊，你确定这是时尚吗？不是吗？这已经是旧时尚了。我老了，老的时尚。现在呢，最新的名媛贵妇圈里面流行的流行时尚是什么呢？一定会让你变漂亮，变漂亮，要天然哦。想不想知道？想啊，跟着我去吧。老师，那全球都在追的时尚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是包包、名牌衣服吗？大家都不是，嗯，就在这，这个，对，我们说的追求的时尚有几个关键字、嗯，对，纯天然是，还有纯手工哦，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呢，我们的手工皂是现在名媛贵妇在追求的，对，因为大家现在呢讲究天然嘛，对，希望用在不论吃的健康呢、嗯，用在皮肤上也要健康。所以这个手工皂呢，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呢、嗯、出现的。我们现在看它是有几款皂，这里有看到不同包装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大小也不一样。哎，对耶。这个呢，红色的呢，就是专门来洗脸的。洗脸的。因为我们脸的皮肤比较脆弱嘛、嗯，跟身体比起来，所以呢，它可以洗脸，然后 baby 的皮肤也可以用。哦，小朋友也可以用。对。哦、然后这个绿色的呢，它比较特别哦。嗯。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洗头皮。肥皂洗头皮，嗯，它可以来洗发、洗头皮、哦、洗全身，好特别哦。还有这一款呢，就专门洗身体的，洗身体也用肥皂洗。对，所以你从头到脚，它都帮你顾好了。那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天然？然后我说洗了对皮肤有效呢？对，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说做保养品很重要，就在它的水。嗯，对，所以很多人会去追求啊，什么矿泉水啊、山泉水啊。它里面用的水是什么呢？什么？第一个丝瓜水，丝瓜水，丝瓜可以养颜美容，对，可以当喷雾这样喷在脸上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然蔬果的发酵液，所以它里面不加任何一滴所谓的水、哦，用的都是这些蔬果里面都是精华，对，萃取出来的汁液、嗯，然后用它来当基底，嗯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果胶，就是我们那些呢、嗯、天然植萃本来就有的这些营养素，哦，一起把它做成呢我们的肥皂。我们现在来试试看，让你洗洗看好不好？好，先洗手。它的泡泡好细哦。对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多的那种，对，对，你就是这样洗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你手很滑？真的耶。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滑感啊，是像你呢、嗯、很多保湿液在手上的感觉。对，不是像你在洗，不是肥皂的感觉，它像是你把乳液把它放在手上像弄匀，但是又比乳液的质地更细，因为那个皮肤就是会被吸收的感觉。你就觉得你滑的，可是又很担心，因为有一些肥皂你会担心它洗不干净，它那个滑又不是那种肥皂洗不干净的滑，是你皮肤表层真的是滑的，但是底层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里面是保水的。是啊，很厉害耶，很厉害哦。所以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一款皂啊，我连 baby 的皮肤也可以洗的原因是，第一个它当然成分很甜，再是它的质地呢，真的很细致。那老师，像现在换季的时候啊，就容易出油、冒痘痘，一般就是很干很痒，然后特别是你在上妆之前，不服帖，就不服帖，然后又暗沉，然后再上妆的话，整个妆真的都不好看。所以我可以上妆之前先用这个洗脸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因为我们都说呢，它其实啊，敏感肌、痘痘肌啊、嗯，或者任何肌肤都适用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说它的一个那个基底，我们说基底很重要。对，我刚刚有讲嘛，它是天然蔬果发酵后的这些汁液呢，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果胶、果酸，它来取代水，所以呢，它对于皮肤就有一个调理的作用，会让你的皮肤的油水呢均衡。哦，所以你洗完之后，第一个你觉得呢很润，是，很滑，重点是不容易出油，也不容易过干。哦，所以你上妆就会很会更服帖、更漂亮。对啊，所以来说，男性朋友、女性朋友，其实如果说平常当然都可以用、嗯，但是呢，在换季的时候更要用，更适合用。对，而且从头到脚全部都可以用，全包了，到头皮啊、身体的都可以了。对、啊，我们刚刚试了脸了，对，我们再来试它的这个，我说很特别的，连头发、啊、头皮都可以用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要脱衣服咯。请脱，我来帮你呢起泡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其实它真的呢，就是没有什么泡沫，但是就是很舒服。